回家了，你有带钥匙吧？有，不要来我家乱。不管说什么话。还有啊，少吃一点，越吃越胖，下次我背不动你。谁让你背啊？我天生丽质，吃不胖。对了，上次我背你回来，李子东也在。 有黑眼圈的那一只，快给我让开！我来。嗯，回家了。去。啊。你干嘛？不放心。你担心我的人品是吧？不好说哎。 该不会对吴威？哦，被我发现了！这不是我家社区吗？喂！ 住哪里啊？嗯，B栋。B栋。耳聋。靠，你的新房客。哦，天啊！平常瘦瘦小小一只，怎么那么重啊？嗯。钥匙啊。嗯。站好。站好。我，是掌柜。钥匙。 报告没有，臭家伙，没有啊，我看。